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76页，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，有优婆塞捷经名三福田，第一个是报恩福田，父母师长啊，要修福，知道什么是福，要怎样去修，才真正能够得福报，增长福报啊。那么第一个就是孝亲尊师，这是根本的福田，所有一切福德因果都离不开孝亲尊师啊，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老师，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没有福报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你明白了，你到一个地方想在这里居住，先看看这个地方人孝不孝顺父母，尊不尊敬老人师长，如果有孝亲有尊师，这个地方的人有福，富人居福地，这个地方地有福啊。如果对父母不孝顺，对老师不恭敬，这地方人没福，就不能选择这个地方啊，这是恩田。第二呢，功德福田，佛法僧三宝，我们今天讲宗教教育，这个地方有没有正教啊？世界上大的宗教信仰人数多，传承久远啊，几千年，信教的人多，讲经的人多啊，学习圣贤教诲的人多，这个地方是福地啊，福地福人居，这里有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有福报
啊，如果没有宗教信仰，没有圣贤教诲，圣贤教诲跟宗教信仰是意思完全相同啊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误会了，认为宗教是迷信啊。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意思非常好，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叫宗教，重要的教学叫宗教，遵从的教化叫宗教啊，用中国这两个字来解释就不会产生误会啊，这是功德福田啊，积功累德，有圣贤教导我们，有佛菩萨教导我们啊，有宗教教导我们啊，这就是佛法僧成为三宝啊。看到中国人这个名词啊，确实具足佛法僧三宝。第三呢，贫穷福田啊，名词很明白的显示给我们看，贫穷困苦之人，我们要帮助他，要照顾他，你就有福报了。你能照顾贫穷弱势的人，将来自己年岁大了，就会有很多人呢来照顾你，国报就在当世啊，我们叫现世可以看到国报啊。讨厌老人的人，讨厌贫穷困苦的人，自己到晚年免就不能够避免要受贫穷衰老的痛苦。念老告诉我们，供养这三种三桩啊，修学这三桩事情，均能生福啊，能生福，所以叫福田。那么经经云，我们这一部经上说，最胜福田，表诸菩萨于种种福田当中最为殊胜故啊。师尊在讲经教学是常常提出三宝啊，三宝在福田当中无比的殊胜，世尊那个时代佛法僧纯净纯善啊，随着时代沉船，佛法渐渐衰了啊，在佛教史里面就看到有心有衰，啊，心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时代有没有真正修行的人，有没有真正学习的人，学习的人多，
修行的人都就兴旺了。啊，有研究的人，没有修行的人，这只有解没有行。啊，兴旺不起来，但是还会传下去。如果行解都没有了，佛法会在这个地区消失了。这种情形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过很多次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真正修行人几乎见不到了，不能说没有，我相信有。真正修行人多半都找到深山，人迹罕至之处，那个地方清净好修行。缘不成熟他不出现，缘成熟了他会出来教化众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什么时候缘成熟，欢喜佛法的人多，想学的人多，真正想依教奉行的人多，这就是佛法兴的缘。啊，如果人不喜欢佛教，不喜欢研究经教，啊，不重视修行，这个地区佛法就衰了。我们要会看，啊，要想自己生活过得平安，过得舒适，这些常识不能不懂。啊，我早年在美国居住时间多一点，我就看这个地区民风从哪里看，我是从很现实的地方看，离婚率少。啊，说离婚率没有很难看见，啊，只能说是多少，离婚率少，犯罪率少，对于儿童老人有妥当的照顾，我就看这三种事情。啊，这三桩事情都好，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居住，在这个地方建个小道场，啊，自利利他。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有问题，啊，离婚率很高，犯罪率很高，啊，老人小孩照没有人照顾，这个地方我就不选择，啊，我不会在那里建道场。居住当然也一样。所以种种福田里头有最深的，最深的就是宗教教育。啊，宗教教育里面包括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圣贤的教育，啊，包括这四种啊，常年这个地区的人民能够看到。修行人
啊，修行人是我们的榜样。啊，能够听到这个地区有人在这里教学讲经，这是个好地方。末法时期，稀有难逢啊，我们要遇到，要就要留意，真正是高僧大德，我们要有缘亲近的啊。为什么佛说了，这是最胜福田，我们要想求福，要想得福，那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。啊，风水不重要，境随心转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古人有所谓，天下风水好的地方都被这些和尚道士占去了。我们听这个话如何感想啊？圣贤书多做了几步，看法就不一样。大乘教里头，佛常常告诉我们，境随心转，这句话重要啊。啊，境就是环境，居住的环境，风水。随着人心转，人心善，风水三年就会变得很好。如果这个地方居民不善，这个地方风水很好，三年之后就变得很坏。由此可知，我们的用心、言论、造作关系很大。如果心向善，言善，啊，行为都善，不善的风水，你在这里住上三年，风水就变过来了。风水随着人心转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净严书里面说，能生无善，名胜福田。不但生人善，所有一切动物植物都善，这是殊胜的福田啊。所以你要细心观察啊，这个地方能不能作为修行道场，能不能作为弘法的道场，修行要摆在第一位。修行必定弘法，弘法未必真修行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修行道场才是第一啊，弘法是其次。殊胜的福田呢，下面念老给我们说的，一能令众生出生善根，故名为善福田啊，殊胜的福田。因从善根，福可生长无量诸佛之果与善因，所以
说他叫圣福田。至于为是明灯，最圣福田这两句应该与下文书生吉祥看守供养做一起读，这 四句要连在一起，你念下来意思就明白了，其义自解。啊，下面有一句，幕后的这一句，书生吉祥，吉祥是文殊菩萨圣号的含义。啊，文殊就有吉祥的意思。啊，文殊就是文殊菩萨。文殊可以翻成，这是梵文，可以翻成中国的意思，啊，翻为圣，翻为妙，翻为第一。势力可以把它翻成德，翻成吉祥。啊，所以《大日经》里面称文殊菩萨为妙吉祥。文殊表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这就根本智。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啊，实实在在具足遍法界虚空界，能生万法，诸佛如来在不在万法里头？在啊，阿弥陀佛也在，观音菩萨也在，万法里头包括他们，万法里头也包括我们呢。这一切众生，有情的、无情的、山河大地，通通是自信本自具足。啊，自信遇到缘了，它就现；没有缘，它就不见了。他不现，不能说他无；他现，不能说他有。大乘经上讲这桩事情，真的是千经万论。佛菩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这就是看破。看破说，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。啊，事实真相是一切法都不可得。啊，《金刚经》里就说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不能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你就放不下，放不下佛的门你就进不去。啊，必须身心世界万缘放下，你才能进佛门。不但世间法不能执着，要放下佛法也得放下，才能进大乘之门。世间法都放下了，
佛法没放下。啊，佛门进去了，进的小乘，不是大乘。大乘怎么样？法上印舍，何况非法？那个法就是佛法。佛法因缘生，它不是真的。因为众生迷了，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讲经说法，所以那个法是工具。等到他一开悟了，这东西就都丢掉了，就不要了。啊，没开悟的时候管用，开悟的时候不管用了。经上说的好啊，法上应是，何况非法。你才能得大自在啊，你才能得大智慧啊，你才能得大神通啊。啊，文殊表根本智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菩萨曾经是切佛之师。他的学生里面有七个都成佛了。他是什么人？他是菩萨。那我就很明了了，他示现为菩萨来接引大众啊，来帮助众生啊。啊，学生都成佛了，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九缘界前，通通都成佛了。啊，现在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，帮助阿弥陀佛，以菩萨的身份出现在世间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。佛教是学校，佛是校长，只能有一个。那么其他的佛到这个地方来了，通通是教授的名义。啊，诸佛如来到这个地方来帮助释迦牟尼佛，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，全都是以菩萨身份。啊，这里面的大菩萨、等觉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九缘界早就成佛了。啊，现在用菩萨身份来教化众生，我们要明了。啊，大家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同心协力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赞叹，都是在表法了，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谁知道？诸佛如来知道，天神知道，拥护你，鬼神知道，恭敬你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佛菩萨、龙天善神都在保护你。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自己成就圆满，也帮助众生成就。
所以切佛之死。这个意思其也是圆满的意思，四方上下加上当中，这就是切的意思，其代表圆满啊，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圆满。那圆满是一切诸佛之死，那什么根本智嘛，根本智一现前就成佛了。什么时候成佛？什么样子的成佛？根本智现前就成佛。所以禅宗里都常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慧能大师见性了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见性了，慧能大师的学生有40多个人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我们为什么见不了心？妄想太多，杂念太多，分别太多，执着太多，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，六道众生了。那在我们先前这种状况之下，修什么法门能帮助我们真实成就，能帮助我们这一天不空过啊？佛在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就对了。要真心，没有丝毫怀疑。真心从什么地方表现？从真干。他为什么不真干？他不是真心。他要是真心，决定真干。啊，为什么？了生死，出三界，得人生，闻净土法门，这个机缘太难了。开经记上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什么可贵？这个最可贵。我们要重视弘法利生是好事，有人做了我就可以不做啊！啊，佛法里面要培养人才，有人办佛教大学好啊，我随喜功德。啊，我到不到学校去？不去，边都不站。我全心全力帮助他，成就他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希望早一天往生。我的时间要用来幸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要拿来干这个啊，往生净土功德无比的殊胜呢。啊，在阿弥陀佛麾下，
我相信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极乐世界没有障缘。换句话说，六根清明，清净光明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容易成就啊。我们今天睁开眼睛，被色相干扰；竖起耳朵，被音声干扰。六根从早到晚接受外头六尘境界的干扰，静不下来，定不下来，想得定，定不下来。受干扰起的作用就是生烦恼。我们是讲修行，哪一天你24小时不受外头境界干扰，你想想你有没有这一天？如果有这一天，这一天快不快乐？法喜充满了，真的长生欢喜心啊。所以我听说下莲居老居士遇到净土法门欢喜了7天，欢喜什么？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啊！真正修行一帆风顺没有啊。这下子遇到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可以帮助你这一生成就。喜欢那他老人家替我们这些业障很重的人编了一个扩充本进修解药，无念艰苦比念经念佛时间更短，而且能收的效果很难得了。我看到欢喜为什么？这个我能成功，我能有把握海贤老和尚的法门方法我要学有困难为什么？260种净念要相续，这个我做不到烦恼习气很重不必净念相续，每天能够有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把心静下来，这个勉强还可以做到。这个做到能成功，也决定能往生。我看到欢喜我跟夏老的时候，他比我高一级，我比他低一级你要不真是认识这个法门，抓住，紧紧抓住这个法门，这一生空过了，那真叫冤枉，真叫可惜所以在一生当中，每天遇到这些人事，要知道真妄利害得失，要看清楚我们自己怎样在这些复杂的语言当中
立足，不为外境所转，啊，这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成功了。啊，还有愿，能不能成功？要靠三宝保佑。没有三宝保佑，魔障多啊！魔不愿意看到这么多人成就啊，魔希望佛法赶快消灭掉，他会障碍。啊，我是什么个心态？只要有人干这个事情，培养一批年轻人，能够认识汉字，能够读文言文，能够把群书之要从头到尾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我的愿望就达到了。我要不要参与？可以不必参与，我会全心全力拥护你，支持你。啊，你有困难，我全心全力帮助你。我可以不介入啊，我好好念我的佛了。啊，这个前头有例子，龙溪大学，我帮助他。把他搞成功了，啊，我边都不沾的，啊，完全交给强地玛法师，我相信他，啊，让他去做。啊，顶多他来问我，我介绍几位法师给他，我不去了。自己要晓得，我90岁了，在这个世界还能住几年？80岁，就是。强风里面点了一支蜡烛，随时会灭掉啊！啊，80以上就老人了，多少人能活到80岁？啊，何况90了？人要有自知之明，这是讲真话，不是讲假话。我是深深盼望，真正发大心出来，救佛教，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，救全球苦难众生。韩学院是干这种事情。那是今天我们讲到福田，福田中最为殊胜的福田，没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。这个福田上沾一点边，福报都不得了啊！你在这个福田啊，出个1块钱、10块钱，你的果报都不可思议。这真的，起一念善心，增长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叫殊胜吉祥，今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们，通通都具足文殊大师的智德。寥寥见自性，故为最胜福田。看受
一切人天之供养。一切人天供养他都能接受，他也愿意接受。为什么？你要种福，他帮助你种福，接受你供养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人人都像菩萨，都像这个文殊菩萨一样，具足无量智慧。啊，根本智是什么？般若经上说的，般若无智。下头还有一句话，无所不知，这叫根本智。啊，根本智是自信圆满的本体。无知是无量知，它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，起作用的时候无量智慧。啊，不起福德，福德不起作用，它没有作为。起作用的时候，无量大能。啊，什么时候不起作用？没有缘的时候不起作用，有缘的时候就起作用，有缘就现，没有缘不现。啊，这是究竟圆满。在净土法门称为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遍照世间，没有找不到的。我们再看下面一课，福慧庄严。啊，福报智慧全都现前了，何以欢喜，雄猛无畏，声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余等者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何以？何是光明，以是圣，雄猛殊胜。《法华经》收集品里面有一句话赞叹释迦牟尼佛大雄猛世尊。啊，世尊为什么称为大雄猛？世尊断尽一切烦恼，这一句重要啊。那我们今天跟世尊相比，我们是具足一切烦恼。一切烦恼时时起现行啊，这个麻烦呢。啊，世尊断干净，他为什么能断干净？他看破了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的。啊，都是世上有
理上无，行上有，心上无，心里头没有啊。诸佛菩萨表现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，都是像演戏表演一样啊，神通变化，确确实实他心地干净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所以他才能断尽一切烦恼啊，大雄不切无为也，勇猛精进的啊，故曰雄猛。这佛经上常说，《净严疏》里面说，佛于世间最为雄猛，这雄猛的比喻像兽中狮子啊，成为兽中之王，取这个意思。无为者，于大众中说法无所畏惧之德。又大乘一章里面说，化心不切，名为无为，就是度化众生，没有畏惧的心啊。这叫无为。相好呢，32相，80岁相好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。啊，古印度认为这32相80种好，是富贵到极处才有啊，人王有啊，这些大国王有修行、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有啊，但是32相80岁行好，通通具足，是人王。佛在经上讲的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出现过啊。人王有4种，分为金银铜铁啊。金人王是这一个单位里面的地位最高的一个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单位世界，一个须弥山，4大部洲组成的。用现在的话，大家都看着，跟科学上所说的银河系很像，很相像。那么金轮圣王什么？就是银河系里面地位最高的统治者啊，这个银河系都是他统治的啊。那么天轮王啊，这个银轮王，他所统治的
是银河系的四分之三，还有四分之一它没有办法。啊，铜人王呢只能一半能统治银河系的二分之一。我用这个讲大家容易懂。铁人王是银河系的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。不是这个地球啊，统一整个地球还不能做轮王啊。啊，轮王最下的轮王是统治四分之一的银河系。佛用这个做比喻，这个人佛报大，智慧高啊，没有大智慧，没有大福报。啊，你不可能得到这个地位。啊，有没有呢？我们看欲界天。欲界天从我们这个地球往上去，我们这是人道天道，有四王天。再往上去有忉利天。忉利天再上去夜魔天，夜魔天再上去有化乐天，啊，有斗率天，斗率天再上去化乐天，化乐天再上去他化自在天。这些天王很可能与人王有关系。啊，谁能看见？阿罗汉能看见。啊，再降一级，三果阿那含能看见。不但能看见，他们有神通，有变化，他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参观旅游。啊，三国有神足通，不需要交通工具，他心一动念，身体就到了。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啊，固执、合一、表菩萨微光明身，欢喜表内心自在，形容活跃。形是我们的身体，容是容貌。啊，这是在外。啊，看出。你身心和睦快乐，法喜充满了。这是欢喜啊。凶猛无威在表菩萨之实德，勇猛精进说法无悔。啊，菩萨没有不教化众生的。他的事业就是教学。说法无悔。啊，复贤仪容。威神无比，大雄不切至于，相好在专知生死。下面说功德辩才表菩萨具种种其他功德与种种无碍的辩才，具足庄严总结。
一切庄严，他没有一项欠缺，全都有啊！啊，这一句是总赞呢、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如来以佛德智慧庄严其身，这一句很重要。什么是真正庄严？满身佩戴的珠玉珍宝，佛家讲的璎珞，是不是庄严？那是表法的啊！造佛像一定要造这些庄严具，不一定是真的，它代表真的。真的是什么？就是此地所说的佛德智慧庄严其身呢、啊、佛德智慧是真正的宝啊，金银琉璃不是宝啊，福德智慧是宝啊。这个庄严你的身，身心健康，大智大德，佛德智慧之相，啊，那么这些菩萨超于一切世界，于是超越一切世界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。记住，这是极乐世界，你要不要去？啊，这句话不是白说的。如果我们真的听清楚了，相信释迦牟尼佛不骗我，这个话是真话，我们要不要去？要去行。怎么个去法？信愿持名，万愿放下，经上所说的一切，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，不是你修行得到的。这个要知道，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得到的。弥陀的加持跟自己修行得到的是一样的，没有两样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幕后这一句念老师至为稀有也，真的是稀有啊！一切经里头没听说过，佛没说过，只有在无量会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，我们明白了啊。下面这一段戒尘诸佛称赞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远而听经。
这一段说诸佛共赞，表诸佛为作证明，同声称赞正贤大师的身。这个大师前面讲的文殊菩萨，啊，诸佛都赞叹，用意是佛给我们做证明，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真话，证明这些事情在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假的。啊，诸佛来证明。底下最后这一行，究竟菩萨诸般若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，是我们不管学佛不学佛，不管信教不信教，谁不想？想不想不生不灭？我们最苦的就是生灭不住，生不住，灭也不住。前年灭，后年生了；后年生，前年灭了。这是我们这个世界。像我们这个世界，诸佛世界里的很多有六道轮回，有十法界。六道轮回十法界就是生灭不住啊，唯有极乐世界安住不生不灭。啊，住三摩地，住是总数，三摩地就是禅定。无论用什么方法修禅定，都能证得。在极乐世界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听说，但是没见过。为什么？我们能想得到，不是想不到，啊，真的可以想到。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的心不平等，这个不清净不平等，就是远离三摩地。啊，远离三摩地还不是很重要的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造业呀。妄想杂念，有善有恶。善念生三善道。恶念生三恶道。这是个麻烦事情啊，所以轮回很不容易摆脱。谁能摆脱？菩萨在这里说他摆脱了。为什么？他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，他得到了，他证到了不生不灭，所以叫无量寿佛。阿弥陀佛称无量寿佛，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菩萨，一点不假。不但是十报土是无量寿菩萨，方便土、
凡圣同居土都是不生灭菩萨，都是无量寿菩萨。这是我们梦寐所求的，生生世世所求的，这一次有缘可以证得，就看你能不能掌握这个机会。你要不能掌握，就轻易让它过去了，太可惜了。下面给我们解说不生不灭。如涅槃经云：念言不生，盘言不灭，不生不灭，名大涅槃。这个涅槃是梵语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我们解释出来了。涅的意思是不生的意思，盘是不灭的意思。不生不灭叫做涅槃，在大乘里面叫大涅槃。在小乘只叫个涅槃。小乘不生不灭，见思烦恼断了。见烦恼是我们把事情看错了，分为五大类。第一个身见，这就是身生我，错了，身不生我，谁知道身不生我？小乘入门虚脱环就知道了，身不生我是什么？要加几个字，身是我所，不生我。这个所是我所有的，好像衣服，衣服不生我，大家知道，跟我什么关系呢？它是我所有的。入佛门第一个关口，你要真正承认，没话说，身体确确实实是我所有，不是我。有没有我呢？有我，我不生不灭了。你想想看，身体有生有灭，它怎么是我呢？我不生不灭。要认识清楚不是我，我就不要执着它，就不能放在心上。那就对了。这就叫涅槃。涅槃人不生不灭，生灭放下了就是不生不灭，所以要放弃身见，绝不以把身看得很重，这个身随时可以丢掉的，丝毫挂念都没有。第二个，错误的看法、边界。边界是什么意思？说的最简单，大家容易理解。边界是对立。你我对立。我他对立，
啊，许许多多的烦恼都是从对立产生。对立的反面是什么？一体。一体是真的。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万法是整个宇宙。整个宇宙从哪里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一体。啊，所以佛与大菩萨在十法界现身说法教学，那个根源是什么？根源叫同体大悲，知道我跟众生是同体啊，不是一家了，一家不是一个身体，同体，眼睛跟耳朵同体，舌头跟牙齿同体。我们不小心牙齿咬破舌头了，舌头没有说要报仇啊，要报复，没有，为什么不报复？一体。要懂这个道理啊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诸佛如来跟我一体，极乐世界跟我一体，阿弥陀佛跟我一体，设法界有情众生跟我也是一体。一体太可贵了啊！为什么？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就从这里生。如果有边界，这个慈悲生不出来啊？为什么？边界把它破坏了，把它障碍住了。没有边界，我跟人没有界限，是一不是二，我知道他不知道，我承认他不承认，承认的人有福了，大福德。为什么？他放下障烦恼了，放下身见，融入一体，这就走向大乘。走向大乘第一个第一步，就是边界没有了，我们看底下，又为末经曰：“法本不生，尽则无灭。有生。”就有灭法怎么样？法本来不生啊，既然本来不生呢，现在当然无灭。这两句话八个字，不难认了，但是这八个字的意思可太深了。谁的境界？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。凡夫是这两句话是胡说，只有化身菩萨承认，看到这个点头，佛说得好啊，这是真话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的法
生本不生，所以他不灭。现本不现，所以他无灭。啊，慧能大师两句话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不生而生，生即不生，灭亦无灭。这个境界到达极乐世界，你就看到了，你完全明白了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明白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时候你明了了。你没有见性，你看到的还是有生有灭。啊，科学家也不行，科学家只能看见生灭的频率太快了，是有生命，不是没有生命。啊，什么人看到不生不灭？正果的人，见性的人。啊，必须见性，就见到不生不灭。我们看，下面念老师的后，小乘。阿罗汉，一有于涅槃之理，二观不生不灭，去于偏空。他没见到真相。啊，他一有于涅槃，得到的是偏空。啊，他认为什么？空无所有。所以看，不生不灭，取偏空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那么大乘呢，则从空入假，于有为之事相上显不生不灭之理，当向即道，即思而证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道是什么？无上佛道，是弘誓愿力。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即思而证。那就是空跟假是一桩事情，生跟灭是一桩事情，生灭是一不是二啊。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真假是一，不是二。空有是一，不是二。这都很难懂的现象，但是它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大乘菩萨当向即道，道就是涅槃，不生不灭，即思而证，真是真如。啊，万事万物就是真如，万事万如福就是自性，万事万物就是大般涅槃。我们要问，大乘菩萨存的是什么心？
就像禅宗大德所说的，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念生。百花丛里过是形容十法界六道轮回，片叶不沾身，对他丝毫影响都没有，丝毫染污都没有。那为什么？他知道即空即假即中，万事万物真相啊！啊，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无论它是真的、是假的、是中的，通通不可得。就是你不能放在心上，你不放在心上，对了，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。你放在心上，全错了啊！啊，别人咒你、骂你，你把它放在心上，你要难过好几天，都还不能平静。如果你要知道这些话全是空的，痕迹都没有，边都找不到，你不放在心上，你快快乐乐。所以要懂，要了解事实真相，诸佛菩萨了解，所以生大欢喜啊！六道凡夫不了解，生大痛苦啊！别人咒我，别人欺负我，别人侮辱我，我很难过。那看到欢喜的事情呢？欢喜过去之后了，一场空，又难过啊！所以，喜怒哀乐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都是从妄心就变现出来的，真心里头没有，真心只有法喜充满啊！那个欢喜不是从外头来的，与外面毫无关系啊，全是从内证里面流出来的啊，真自信自然流出来的，是法喜充满啊，长生欢喜心。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孔老夫子明心见性啊，为什么？他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个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做不到啊。那明心见性他不就成佛了吗？那真成佛了，不是假的。他跟佛同一个境界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学学佛，头一个学放下。不放下，一切都错了，你佛白学了啊！欢欢喜喜放下，痛痛快快的放下，你得大自在，你跟佛菩萨站在一边了。你要不放下，你永远跟六道众生站在一起啊，入不了佛的境界。我们再看下面是电脑的话，这个念老的话。他举的《维摩经》上，法本不生，尽则无灭。底下小乘一有余涅槃之理。二观不生不灭，取于偏空，着空。啊，大乘则从空入假，
于有为之四相上，显不生不灭之理，当相即道，即事而证，故能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，日泻万缘，一心空寂，乃能不识忍辱等六度悉皆究竟，而任安住于不生不灭住三摩地。住三昧中不设定义。这个起居是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的。学而时习之。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，让我们离开一切苦难，得到无量无边的法喜，真实受用。前面我们晓得大乘跟小乘对事实万象看法不一样，所以菩萨能够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可度。这就是为什么不着相啊？知道佛法因缘生，有缘才行，没有缘就歇了。迎现自在，迎现都不放在心上。小乘人做不到，小乘人还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有烦恼，不放在心上得大自在，不一样啊。日泻万缘，一心空寂，这是菩萨心。在哪里？从早晨起床，穿衣吃饭，从事一切工作，一心空寂，所以他工作很认真，事情做得很好，他不疲不倦，没有疲倦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的体力能量没有消耗，消耗的很少，我看到早年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他每一天的工作量是通常五个人的工作量，我们都很辛苦啊，年岁那么大，跟他见面要约定时间，不约定时间你不找不到他啊，跟他见面通常都是一个星期之前约定时间。吃的很少，我跟他在一起，他日中一食，我也学日中一食，我日中一食吃了五年，我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他，
他就问我身体状况，我说很正常。他桌子一拍，永远坐下去，一生的自在，生活简单嘛。他一三饭两个小馒头，那个时候在台湾，一天一三饭，台湾钱2块钱，一块美金要换30多块台币。你就想他的生活，啊，我也要吃一餐，但是我要吃3个馒头，2个不行，啊，一定要3个，所以我每天要用3块钱，他一餐用2块钱。啊，我告诉他，啊，他就问我，一切正常，他鼓励我，一直保持下去，一生不求人。人道无求，品质高啊！生活简单的，很容易生活啊！这是真的啊！所以，再多做多说的事情，不放在心上就没事。今天干了一天，干了什么事？没事。你怎么会辛苦？你怎么会疲劳？啊，如果你有心干事，每一桩事情的，那就很劳碌，那不一样啊。天天做，没事做；天天做，有事做，反复；没事做，是菩萨。那所做的事都不是利自己、利益众生的。菩萨伟大之处从这里看见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所以榜样很重要。榜样就在眼前。啊，在台中10年。天天看到老师啊，你看到他的生活菩萨了，不是凡人啊，凡人受不了。这从这里看到人家修行的功夫啊，一天到晚欢欢喜喜，没有看到他哪一天有忧虑有烦恼啊？为什么不着相？无论断卧修善都不可以放在心上，心要空寂啊，缘要随缘，要随缘啊，用空寂随缘就对了啊，随缘要用了心了，那心就操劳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，乃能于布施忍辱等六度悉皆究竟，而任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昧中。不设定义啊，我看到的张家大师是一个，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看到第二个啊。张家大师持咒功夫从来不间断，你看到他静坐，他在应酬金刚尺，你看他嘴微微在动，他在念咒啊，心上一尘不染，
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他都不放在心上，所以他的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染污的心生烦恼。人不一样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能不能修行正果，关键也在此地。啊，大乘都是这样说法。我们今天走的是捷径，捷径是能不能往生，也决定在这里。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就是求生极乐世界，就是求见阿弥陀佛。我们只关心这桩事情，其他的统统不关心。啊，一切随缘，绝不会被外面干扰。这就对了，你看他能行布施，布施里头内财布施，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维，用我们的眼睛来观察，用我们的身体来劳动，这些叫内财布施。内财布施的功德超过外财，啊，外财你有钱很容易，是谁？啊，但是你烦恼断不掉，啊，内财布施没有烦恼，啊，外财布施跟烦恼是相连着的，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。是有目的的，目的是什么？个人的名闻利养夹杂在里头，那不干净啊！啊，他还是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啊，菩萨随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他能修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面面都顾到啊！啊，你看，任然安住，不生不灭，住三昧中。我一生之前的一个人，张家大师，就像照片照的一样。从早到晚，啊，接近信徒都在定中，啊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，印象很深，一生从来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像张家大师一样。心那么清净，啊，那么安定，给我们讲话真是智慧，言语简单，只有几个字，绝对不麻烦，啊，但是那几个字我们用几年的功夫都很难做到，行遍道场，这一句与道场正行无所缺少也。道场是行道的，行道有两种，一种是修行，
一种是讲经教学。啊，这叫道场。啊，道场正行，讲经教学是利他。念佛堂在一些共修是自利。自利利他，正行具足啊，这是道场啊，不中断的啊。大道场念佛堂念念佛不中断啊，戒七七天，七个七就是四十九天，二十四小时念佛堂的人不断，疲倦了休息啊，你去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去再参加啊。休息的时候最好不脱海青，在念佛堂念佛穿海青啊，很疲倦了去睡一会，不要脱衣服，醒过来马上去参加队伍里头啊，四十九节，长期的、短期的，一个星期，真干呐！讲经是明理，帮助你放下。啊，真干真修，真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圆二乘经，二乘是小乘，声闻缘觉叫二乘啊。这些人重自利，对于帮助别人他们比较淡薄啊，真正有缘人他帮助，没有缘的人他不会主动帮助人，不像菩萨，菩萨是主动帮助人，需要帮助的，你不求他，他就来了。啊，小乘是不可能的。这都是菩萨，唯一一乘法，究竟彼岸的，究竟彼岸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是究竟彼岸。那我们今天究竟彼岸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对我们来说是究竟彼岸。这个究竟彼岸容易啊，终极的究竟彼岸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我们把这段事情放在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再走我们第二个目标。第一个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二个目标在极乐世界成佛。我们这个路是这么走法的啊。所以又摄住毗婆沙论也，若度声闻体即毗之佛体，是名菩萨死，在舍一切理。若堕于地狱，不生如是位；若堕二乘地，则为大不畏。是故菩萨语言二乘经，这几句话给我们是警告，非常重要，千万要记住。堕地狱不怕，为什么？地狱里也有菩萨在度众生，地藏菩萨在地狱，你有佛缘还会遇到他，他会帮你忙，会帮助你离开地狱。可是
一堕在二尘就麻烦了，没人救你了。从二尘再能回到大尘，比无间地狱出来都难。大乘是利他了，二乘是自利。利他重要，自利不重要，自利生烦恼，利他生智慧。你是要智慧还是要烦恼？那如果要智慧不要烦恼，你就发个心利益一切众生，我来到世间废物一切众生服务，我是替佛菩萨打工的啊！把经典学好，讲解透彻，劝导大家走佛道，成佛之道啊！决定能走得通，这多多少人帮助阿弥陀佛度众生，帮助十方诸佛度众生，诸佛欢喜啊！啊，我是讲经教学12年，生死关度过，这很多同学都知道。我的寿命只有45岁，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，一生没生过病，害一场病，折腾了1个月，病好了。啊，甘珠活佛告诉我，你12年讲经功德，寿命延长。有人在旁边问：“延到去多久？”甘珠活佛说：“很长很长。”啊，命里没有福报，这福报很大。所以李老师对我们这些没有福又短命的学生，都劝我们出来讲经。啊，我是第一个接受的，而且没有中断。啊，同学们有接受，但不是真的接受，我看得出来。啊，我真接受，因为我真相信寿命只有45，你看延长45，今年90了。啊，后头还不知道有多长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但是这个事实可以给诸位做好榜样。啊，你要希望长寿，长寿要用功念佛，要学海鲜老和尚信愿持名。啊，那寿命越长越好。为什么？你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你成佛了。啊，后面还有几句经文总结，啊，总结十德无尽，阿难，我今六说，彼极乐界所生菩萨，真实功德，悉皆如是。若广说者呢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总结。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所得的功德利益说不尽呐！啊，幕后真实功德说不能尽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要记住，字字句句，诚诚恳恳劝我们求生净土。我们要信的，真发心。
释迦佛欢喜，哎，你看这个众生得度了。如果我们这个耳朵听，那个耳朵出去了，耳边风，释迦牟尼佛感叹流眼泪，怎么办？再努力，再跟你讲，一遍一遍跟你讲，什么时候讲到你真相信了，佛才能止住他的悲痛，生欢喜心啊！我们希望佛天天生欢喜啊，不要为我们这些众生痛心疾首，那就错了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